四个色，我身上那种有点蓝色、蓝绿色的感觉，然后杏色、黑色，还有一个绿色。它是做那种 V 领设计，然后有点麻花的那种纹路，针织的。然后下摆是那种比较粗的那种螺纹感，它后面也是那种麻花的那种设计。然后这一件很宽松，这一件到二楼女生也可以穿的那种背心。它这一件弹性这么好，这件到三楼女生穿应该也是可以，但是会怕就是胸部会比较合。然后长度是有盖住屁股的，然后有盖住熟悉的一口这里，你也可以搭比较厚的那种毛衣也可以。肩膀这里它是做比较有点落肩，你看我肩线在这，它有点比较宽了。V领的话就很显瘦，啊，侧面是这样。